叽叽吧叽叽叽，叽叽吧叽叽叽叽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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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小玉，你有没有看《白雪公主》看笑影片？好好笑啊，笑死我了！啊哈哈哈！有啊，上次在这群人的签书会上看到他们，本人真的好帅好正哦。啊！你们是在说谁啊？什么智障、北极笨蛋、低能公主？是白雪公主呢？这也叫网络红人哦？你们这些素人，见一个爱一个，根本就是水性杨花。我妹妹酱从小一路被人叫美女叫到大，每次啊在路上跟乱丢垃圾的路人吵架，给他骂个满地找牙，没想到啊被人拍下来抱到爆尿都在疯狂转载，哦，网友都说我很有架子。妹妹酱，你出名了耶！哇，你好搞笑，不是人人都可以上的耶。上次我姐啊，随地大小便就被偷拍了耶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还不小心上了各家媒体的新闻，一堆电视节目叫我去上，还叫我去拍广告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想要当什么艺人呐、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红多久。能妹，话都还没说完呢。不管了，下集待续，记得收看哦，啾咪。然后啊。这集是参加 Prince 美美少女养成计划的小帕基投票希望配音的主题，想参与的粉粉们详细请搜寻网址，不然你们因为我妹妹讲就会爱出来抱头露面了。我可是很低调的跟你们讲。好了，11月11号再来听我冷笑话，应对座，讨厌。